您走到不明不白，我也没能替您查出真相。孩儿发誓，一定会替您报仇的。 是您的孩儿文轩，您是文轩。娘，啊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您居然活过来了！你都这么大了，当年到底是谁杀了你？ 娘，杀你的这个无面人到底是谁？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别提了，我们先回去。回家吧。